龚俊你好 ，Hello， 来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们打声招呼。今天龚俊解放了双手，他不用拿着麦克风。Hello， 现场的朋友，听得到。哦，好像我们的话筒有一些问题，后面麦开了吗？用这个吧。好的。Hello， 那个现场各位来的粉丝朋友们，喜欢我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龚俊。对，刚刚我们应该都听到欢呼声了。你是坐着这个爱的电梯下来的，下来时候有看到我们现场这些场景的布置吗？哦，对，现场除了人多，然后咱们 YSL 这个场地也让我这个面目感觉是这个受到了视觉的冲击。对，你看这个玫红色场地的布置和这个黑色就感觉非常的高级，很有冲击力。尤其那个直升机，你看酷不酷？这个非常酷，我待会儿想去合照一张。对，待会儿你必须要去拍照打卡。我看到今天你这一身也很酷，完全一身黑色的造型，帅不帅？哇！谢谢。是的，所以哎，我想问一下，你之前在上海工作学习的时候，有来过大丸百货吗？啊，有来过。之前来的时候是来买东西的。哦，是也是买什么呢？所有用到的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对不对？啊，是。之前我还上过楼二楼什么呢？哦，现在今天来，感觉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哇，人山人海都来只为见你。所以呢，我们今天活动能够顺利的进行，当然也离不开我们这次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的支持和合作。那接下去我们就开启一个特别的时刻，要有请我们上海新天地大丸百货的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华海良先生，还有我们的 YSL 美妆品牌销售和培训经理孔凡奇先生，以及我们 YSL 的美妆品牌全国培训经理季军先生，还有 YSL 的圣罗兰美妆品牌东区大区经理朱文杰女士，来，各位一起上台。好，哎，来，好，我们再站一下站位。好的，来，好的，麦克风来给我一下，谢谢。好，大家一起靠拢一点好吗？先靠拢一点，看我们当中摄像机、摄影机的镜头。哇哦，留下这个特别的一刻。大家今天的 dress code 都非常统一，全部都是黑色的哦，就代表了我们品牌非常年轻、非常先锋、非常高级的这样一个品牌精髓。所有的来宾们都非常给力， dress code 特别统一。好的，谢谢我们各位摄影师。好，来，谢谢各位嘉宾，谢谢，请入座。好的，我们的龚俊要再次留步啊，我们的品牌挚友，来，给上你的话筒。哇哦，好，那这一次是以我们这个 YSL 圣罗兰品牌挚友的身份来到了这里，对不对？对。好的，所以那你对我们 YSL 品牌是有怎样的印象呢？跟大家分享一下。YSL 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年轻啊，非常的时尚，然后非常新锐，最重要的是非常的高级。高级，对不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一种高级感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而不是堆砌出来的。是的。我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比如说咱们今天这个舞台的设计，玫粉啊搭配黑色就显得非常有视觉冲击力，不仅浪漫，而且感觉到了一股爱。哇，感觉到了一股爱，现场朋友们都感觉到了，你应该在这里更加有一股爱来给他们。所以接下去一个环节就要送福利，跟爱有关了，好不好？好，我们希望龚俊也知道，因为今天是四月份最后一天，接下去五月要开启有很多浪漫的日子，你知道吗？对，比如5月20号那一天。哦，对，是520。所以此刻呢，哎，你应该感受到现场粉丝的热情，我们要为他们谋福利。你话筒交给我，来摆一个最有爱意的 pose 来献给他们好吗？可以吗？哇，好的，来。非常感谢今天能够到现场来看我的各位喜欢我的朋友们也好，还是各位来购物的对消费者也好，非常谢谢你们。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看到人很多，大家不要拥挤好吧，维持好秩序啊。谢谢。好的，谢谢温暖的龚俊。来，拍照福利时间啊，比个爱心啊。好， OK， 可以了吗？来，再来一张好不好？不够，看不够。哇，各种满满的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贴合了非常好，爱就要天翻地覆。哇，谢谢。好的，
哎，那其实我们也想问问看龚俊啊，其实你演绎了很多的角色，你觉得不光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有哪些角色跟我们今天品牌的精神，这个爱要翻天覆地，非常反转契合呢？那我就说最近正在播的吧，《山河令》的温客行。哇哦，自己 cue 到老温了。老温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具有反转性。可能上一秒就非常开心的一个状态，对，下一秒见到仇家就马上秒变脸，就非常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反转巴黎，就是天翻地覆。 对，最主要我觉得老温其实对所有爱护他的人都是全情奔赴的，可能是牺牲生命去来保护他们的。对，宁愿不惜自己的生命。对，就非常契合天翻地覆的主题，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款就是香水跟我们的龚俊也非常契合，跟老温的气质也很契合。我们要请工作人员现在拿上这一瓶香水，让我们的龚俊现场看一看，拿在手中感觉一下。哇，跟你好配耶。试纸玫粉色和黑色。我们知道龚俊的手特别漂亮，对不对？谢谢。你看一下。谢。好的，你先可以看一下他的瓶子，来跟我们现场的所有粉丝们来说一下感觉怎么样。这个我要先拍照吗？先拍照。对，他们太热情了，你也太给力了。其实你可以一边说一边拍都没关系，但他还是非常照顾镜头，这就是你们爱的龚俊，他特别的暖，特别的温柔。我先说一下他的包装吧，我觉得非常的独特。就刚才像我说的 YSL 非常的年轻，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包装我当时拍广告的时候第一眼就吸引到我，他这个有一个那个领结的设计，对，双层领结。对，就是非常的独特，一眼就能够把我吸引住。对，其次包括它的颜色啊，瓶身啊，待会儿你可以打开闻一下。好的，但要跟大家特别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款这个反转巴黎的花药香水，它这一次是升级了，就像刚才龚俊说的，之前它都是蝴蝶结，这一次是上升为了一个高定的领结的形式，而且呢，它还结合了秀场的一个廓形礼服的设计，而且还有薄纱的这种透感。拿在手中就像是一块玫粉色的宝石一样，对不对？是，它这个有很多这种多边形的设计，就非常像宝石。对，你观察很仔细。好的，现在请你打开来闻一下，好不好？打开。来，有请工作人员先拿一下话筒，谢谢。好。龚俊亲自为大家来试香哦。哇哦，可以喷在试香纸上。没找到，我没找到它这个口。哦，对，好，蝴蝶结的这个地方，好的。这个应该怎么喷啊？就是这样，距离这样喷上去就可以了。好，试试看。好。他还问我应该怎么喷，他还以为说要有这个距离的限制，差不多挥一挥在空气中甩一甩。你先闻到的是怎么样的味道，跟我们形容一下好吗？我先闻到的这个味道感觉很甜蜜，就很清新，就感觉像是一颗糖啊，就很甜甜的感觉。我要告诉大家哦，其实刚才龚俊说了很甜，就像一颗糖，因为它的这个前调呢就是以清新的水果香为一个基调，所以当中会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酸甜口味的，像黑加仑啊，还有这个蔓越莓啊，清新的香甜梨啊等等。对，然后你再仔细闻闻还会闻到什么味道。哎，现在闻好像它的这个层次不一样了。哦，我知道，就香水它都分很多种调性，像咱们这次这款巴黎反转花药香水，刚开始我闻的时候就非常甜甜的感觉，现在感觉有股玫瑰的味道，是不是？的淡淡的玫瑰，你真的 get 到我们的重点了，没错。因为在这个中调的时候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玫瑰，它有我们保加利亚的玫瑰，还有千叶玫瑰。千叶玫瑰是非常珍惜的一种玫瑰，因为它一年呢只绽放一次，就是在五月份，就在即将到来的五月份。而且是在五月的某一个清晨这样绽放，非常的稀有。那非常珍贵哈。所以这种玫瑰就代表着爱意，对不对？这个中调就是以玫瑰调然后散发出来，奠基着这样的一个爱情，这样一种浓烈的爱意。是的，好的。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来送上我们的话筒，谢谢。好，你看哈，它这个香水这么多层次，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切合咱们 YSL 这个反转巴黎的主题。对，一定要 cue 到咱们的主题。是的，爱就要天翻地覆，就在我们的头顶上这里，它有个蝴蝶结，上面你看不到。我都没注意到。真的正好可以看一下粉丝那边。
看一样的蝴蝶结。是啊、哎、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即将开启的五月份会有很多浪漫的节日，对不对？而且据说这个流星雨也会在接下去的五月某一天要来到天空划过、是吗？真的。所以520真的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龚俊，那天你觉得你会在什么地方度过？是工作中还是在家里，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在工作，在剧组。哦，就在剧组啊。我剧组假期已经没了、全部用完了。请的假基本上，对对对，没多少时间，要好好拍戏了。真的，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四月份的最后一天就留给了 YSL， 五月份开始就开始了狂，五月份有演唱会，还有没多少工作了，其他就是专心在剧组拍戏，对对对，安心拍戏。对，那既然我们刚刚提到了是520这个特别的节日，哪怕你在工作中度过也没有关系。其实呢，我们的 YSL 非常贴心，也为所有爱我们 YSL 品牌、爱龚俊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520的特别节日礼盒，可以请我们工作人员先拿上来看一下。嗯，哇哦，这个限定礼盒，龚俊已经看到了，先要请你用签字笔在上面签名，让它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礼盒。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然后麻烦你来拿起我们的礼盒。好的，来，话筒给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拍张照。这个礼盒也是我们这次 YSL 520特别推出的节日礼盒，里面会有我们反转巴黎的花药香水，但是呢，龚俊的签名版不仅会有一个，还会有很多份。稍后我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结束之前告诉大家应该怎样才会获得这样一份来自龚俊的甜蜜暴击的礼盒。哇，已经签上名了。好，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再递上另外一份礼物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一份龚俊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只要在今天你来到我们 YSL 柜台，来到我们直播间，还会有这样的照片来送给大家，也是龚俊亲笔签名的。哇哦，哇，左边右边的朋友都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当中龚俊是穿了白色的衣服，你看这就是角色很反转，白色会非常的清新，但换了黑色的衣服又非常的高级，非常的酷炫，对，非常浓郁。然后他这个白色的衬衣呢，就像咱们这个前调一样哈，这黑色就像这个浓郁的后调。哇，你好会比喻哦，真的马上就 get 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活动的主题就跟爱有关，对不对？翻天覆地的爱。那我们也在这边要给所有的粉丝们来谋福利。YSL 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心，他感受到所有粉丝对龚俊的爱，对不对？我们在现场今天就会从天猫的幸运粉丝当中来抽取三位，提前在现场让龚俊送给他们520的特别惊喜。好，浪漫寄语哦，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神秘盒子。此刻，好，龚俊呢是需要在里面抽出三位幸运儿，可以一张一张的抽，一个一个的抽。而且这些幸运粉丝今天就来到了现场，你可以抽完之后把他们的 ID 念出来。并我可以直接抽三个。哦，真的吗？你拿得下吗？我们要不先放，先放旁边，你要打开来的。好，小心哦。好的。轻轻地把它旋转打开 ，OK 吗？哦，可以。哇，开盒仪式。稍等啊。好，你可以把这个壳放到里面，没有关系。好。这个 ID 叫做星星 XXL。好。星星拼音 XXL。你在哪里？在我们现场吗？你可以站起来，龚俊要现场对你说话了。大家都站起来的。你怎么？哎，我怎么没有想到？但是我们粉丝都是非常真诚的。你在哪里？这位粉丝在吗？你看都在挥手啊，没关系，你们不是星星。哇，好的，来，这里有三张话语，你可以抽一张对他说。对他说。对，你抽一张。好，请注意哦。哦，星星 XXL， 愿你能够怀着一颗炙热勇敢之心，向着月亮出发，即使不能到达。啊、他就在这里，就是这位粉丝。哇塞，天哪！你听到了吗？啊，听到了。祝你也能身处群星之中，恭喜发财。好运常来。谢谢谢谢龚俊。来，第二位粉丝。好的，请你打开看看，第二位是有哪位现场的粉丝可以被龚俊抽到，要送上他的一份特别的祝福，亲自念给你听。我觉得此时此刻，来，
第二位朋友，他这个名字取得非常有意思。哦，芷诺的猪。哦，芷诺的猪，你在哪里？在哦，这一位姑娘。哦，你好，你好，你好。好的，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可以抽一张。抽一张，抽一张。好，要听好了，你可以开启录音功能啊，可以把这段话录下来。哎，我祝你哈，所求皆所愿，所行化坦途，保持许多的热爱和勇气。来日可期，前程似锦，恭喜发财！谢谢，哇哦！最后这一句也非常重要。来，最后一个粉丝，看看到底有哪一位可以被我们的龚俊幸运 Q 到呢？好，他真的好认真哦。嗯，哦，来，这个叫 LY， 怪你过分美丽。过分美丽在哪里？哎。巧了，都在这一排、哦、所以这个环节是不是应该是抽完之后都会来先来这里是吧？对，先抽完之后哈，他们是幸运粉丝，提前能够到现场，但是并不知道、哦、所以这里面有好多粉丝、哦、有好多粉丝。但你看你多巧，抽的都是同一排、哦、都是邻座、哦、是的是的，没有黑幕，没有黑幕，对，没有黑幕，他是现场抽的。来，我来祝愿你哈，来、嗯、这就是缘分呐、啊、哦，希望你能够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亮，尽情冒险，生活的浪漫与生命的快乐一个都不会少，恭喜发财。哇哦，今年行大运了哈，谢谢，恭喜恭喜恭喜台下的这三位粉丝。但其实今天还有好多好多粉丝，他们可能没办法进入到我们的那场，也没办法可能来到这边看到你，所以你还想对现场所有粉丝们说些什么？嗯，哎呀，包括在后面电梯口的，他们也看不到你。是的是的、嗯、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在这里非常朴实的愿望，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祝大家也都恭喜发财，对，行鸿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好，那之后我们要马上开启一个特别的环节，可以让所有在现场的粉丝们都可以有福利了。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自拍杆。哦，自拍。对，此时此刻我们需要龚俊在现场跟所有粉丝来合影，好不好？好的，哇，可以转过来，你先可以在台上来跟现在台上台下的一起合影，多拍几张都没关系。哇哦，对，是按这个是遥控的。好，来先一起拍一张，可以跟我们今天到现场的粉丝。龚俊人真的很高，可以多拍几张哦。左边右边大家都可以一起，哇、wow, OK， 好，我觉得可以把哦，这边粉丝也照顾到了，你们也在，哇、wow, 太 nice 了。好，另外一边，哇、wow, 真的好宠粉丝，可不可以最后再拿高一点跟他们也拍一张？对，你们也在里面哦，谢谢你们。他们很多人是在今天我们的店都还没有开门就来到了现场。好的，再次感谢龚俊，谢谢你，谢谢你的部分。哦哦哦，我要干嘛？啊，谢谢你，你可以休息了。哦呀，谢谢。好，先收工了，谢谢，来，谢谢龚俊。哇，他真的太甜了，他真的太暖了，所以也在